女人交往的异性多了，这身上啊会有三个印记。有些女人呢，她是情场高手，她们经历过很多的感情，也见识过很多的男人。这样的女人交往异性多了，身上啊往往会有三个痕迹，这是抹不掉的。第一，刚认识就谈笑风生。那当一个女人交往的异性多了，她就积累了一定的经验，所以啊，当她在和异性交流的时候，她不会感受到紧张的，即使是遇到了问题，她也会能够游刃有余。第二，永远有话题。异性交往最担心的就是没有话题，但是有经验的女人从来不会担心，因为她呢会洞察你的内心，利用花言巧语来获取你的喜好，最终啊成为理想型。第三，情绪很难会有波动。女人交往的异性多了，她的情绪啊起伏呢就不会很明显了，因为她已经习惯了走马观花的爱情，她们呢很难对一个男人投入真心了，内心也不会有过多的期待。爱是有排他性的，那些所谓的大度，其实呢，就是不在乎。